世界中的叶小龙，他是一个男子汉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根棍子，时时刻刻的保护着大家的安全。那么叶小龙他会害羞吗？很多小伙伴说不会，错，其实叶小龙也会害羞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叶小龙的小师妹就是岳无双。如果你喜欢岳无双和叶小龙，请点一个赞。我和学姐发现，叶小龙的小师妹岳无双，她是一个包子妹，她的师兄就是叶小龙，而叶小龙他却是一个习武之人，这根棍子从来不会离开他的身体。在评论区中扣出6689，你将会知道为什么叶小龙如此喜欢舞棍。那么叶小龙他究竟会害羞吗？我和学姐发现，害羞是女生的专属动作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是花小楼的换装皮肤，朝露繁花。此时他非常害羞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叶小龙并不简单，他拥有两种形态，而二级形态就是这种红色的眼睛。其实，在这种形态之下，他是会害羞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们发现了一张图片，在这张图片中，叶小龙他扭扭捏捏，十分害羞。所以说，迷你世界中的叶小龙他是会害羞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